高端智能马桶更换开关电源。 Intelligence Toilet replaces the switch power supply。 注意，拆机前请先断水断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第一步，用十字螺丝刀拧开马桶后面的四颗固定螺丝。第二步，轻拍上盖后方，使其卡扣脱落。第三步，将上盖部分与主板连接的插头拔掉后，移开上盖。第四步，将主控板上的插头都拔掉。并把主控板拆卸下来。第五步，将烘干往前推，松掉开关电源的固定螺丝。并将开关电源拿出。第六步，将新的开关电源固定回原位置。将电线按照原先走线回去，并用扎带捆绑。第七步，将主控板放置回去，并将螺丝固定好。将插头依次插回到主控板上。第八步，将整机上盖放置在底座上方，将上盖上的插头插到主控板相应插座上。
然后将上盖放置到位。